老车下凡来，人小志气高，用心听干恶，成就护法神。老车就是台湾民间信仰中俗称的三太子，伊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正手拿火尖枪，左手拿乾坤箍，法力高强，无所不能。老车以孩童的形象在人间示现，同款像一个囡仔，活泼、聪明，具有真性情，唔仅性格鲜明，也不畏强权，乐于打抱不平，赌博安良，以富弱济贫、消灾解厄为己任，也会因为一时冲动，意气用事而窜祸，但是伊知错能改，最终竟为错误中成长为一名风水五爷天君又不失纯真动心的少年英雄，因此成了让人民倍感亲切、备受欢迎的新名。众神在民间，故事代代传，欢迎收看《风神榜神之传说》老车的故事。老车协助周武王甲姜子牙完成平定天下任务了后，伊无留恋人间的功名利禄，选择回去乾元山金光洞继续修行。有时阵，伊会去翠屏山的落车庙，通过金身来了解信众有啥物心愿要完成。有的时阵，伊就一边游山玩水，一边斩妖除魔，让遐妖魔鬼怪唔敢阁出来作乱。老车曾经上天庭去探望上界疼惜伊的二仙女，伊也去水晶宫拜访无拍无实在后东阳。即马伊甲东海龙王后宫嘛已经和解啊，为着要珍惜这份无简单得来友谊，老车即届真安分，无阁摕混天绫出来算罪。老车为后东阳的口中知影。住在金沙江附近的达应一家，因为感染老车的帮助，就甲村民做伙参加兴州灭商的战争，立下真多战功，让老车听了非常的欢喜。老车当年曾经甲太乙真人一齐拜访卜族人的大本营南溪乡，甲卜族人结为同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加上老车帮助小龙女敖慧兰甲卜族青年达明的故事，在卜族的部落内广为流传，所以老车的名声愈来愈响亮，并且随着时光流转，不断迁移。金沙江的烟花又出现一个有关老车制服武将的传说，话讲有一个所在叫做水江关，是一处汉人。苗族、卜族甲彝族人的聚集地，因之中有足侪人在江边从事摆渡的工作，大家和平共处，不时巡逻的维系家园。可是唔知影为虾米时候开始，一搭突然来了一只修炼上千年的牛精。牛精为了展示自己的道行，就开始兴风作浪，一人。各人的暗时啊，拢咧布阵作法，企图杀到花边的一座大山，要挡住金沙江。也因此，武甲雷电交加，风雨大作，居民拢不得安宁。好卡不卡，雷公电庙出事，拄好来到人间巡视，发现这个情况后，便降下一个轰天巨雷，定住了武将。两牛车唔敢再杀山动工，但牛车不肯就这样轻易的善罢甘休，便经常到金山江来作怪，唔免刮起狂风巨浪，掀平来往的船只，祸害周围的百姓，残害生灵，也强迫人民向伊进香，爱周遭的山妖水怪全部臣服于伊。更过分的是，牛车要求当地的百姓必须在每年的六月初六日替伊祝寿。
除了爱献上最基本的三省之外，同时也爱有一对当男当女当作奖品。若是不中，伊会直接去抢银啊！而且想偌济是偌济，众人听闻后，无不十分的愤怒，却又无力抵抗，唔敢无尊重。无奈之下，大家协议出一个万不得已的办法，就是由地方上的四个民族，每年轮流交出一对当男当女，注意顺序就是用抽签来决定。结果第一年抽到的是彝族，爱献出当男当女，彝王苏格为此感到真烦恼，毕竟啥人也无愿意牺牲自己的家己，那么伊应该怎样做才好呢？难不成也是爱用抽签的吗？问题是，有人引导的囡仔较侪，有人的囡仔较少。如果抽到的拄好是人的独生子，岂不是要让一家的爸母伤心难过，甲肝肠寸断？过来，假使有人这一回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囝儿，万一下一次又抽到呢？也能够互因牺牲吗？所以想来想去，拢认为不妥，想甲无办法好好啊食饭，好好啊睏。于是所家的得力部下尼格遐向伊说：“大王，我听我部族的好友提起过，在伊的老家博德关，非常崇拜一位叫做卢车的小先生，据说伊相当灵验。”人民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拢可以获得解决。目前距离献祭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不如两属下行一抓，去请一位小先生帮忙。苏格听完，心想：事已至此，什么方法拢爱试一下，便答应尼格遐的提议。苏格无想到尼格话这一招。亲像伫人间蒸发同一款，完全失去消息。一转眼三个月过去啊，大后日就是要替牛正祝寿的日子。人选到即马也未超好，苏家干脆心肝领瘫痪，将家己一对的后生祖囝奉献给牛正。想未到这个时阵，你哥我竟然回来啊！伊真欢喜讲，大王，伊唔免搁再烦恼啊！有救兵来啊！你看，就是这两个囡仔，因自愿要成为奖品。苏家往门口一看，外面有一对真古锥的金童玉女在向因握手打招呼。伊详细一看，这两个囡仔不但生得真古锥，穿插打扮嘛，甲一般的囡仔无同款。查囡仔红裙啊，挂一条珍珠破链；查甫囡仔嘛，真特别。伊个身上披一领红绫，手骨也套一个真明显的银手环。身为伊王的苏格向来见多识广，因此伊个目光紧盯着这两个囡仔，看了又看，然后出乎尼格遐的意料，苏格唔也无觉得欢喜，反而气噗噗地对着伊破口大骂着：“尼格遐！”你怎样可以做这种事？这两个囡仔一看就知影是出身富贵人家，怎样有可能自愿来做奖品？讲，你到底是为倒位甲因诱拐来的？也唔赶紧送人回去，免得因的爸母担心。你阁遐听苏格这样一说，赶紧化完，并且比手画脚地解释说：“唔是。”不是安尼，大王，你卖小看这两个囡仔，因可是属下的救命恩人啊！属下在博德关参拜完卢车了后，回程搭船渡过长江的途中，无小心出了意外，为这船翻覆沉没。当属下以为自己特别无命的时，是因救了属下以及船夫甲其他的乘客，而且。伊看属下被水冲伤，也十分好心地带属下前去因修炼的道观治疗，只许
就听属下说起咱这搭有牛只咧作怪，便主动要求跟我回来做奖品，讲因有办法制服牛只。苏格听了，仍旧是半信半疑，便亲自带着这两个囡仔入到厝内，又叫人摕来作些点心招待因两人。接着，苏格的面上挂着笑容，亲切地问说：“好囡仔，您叫做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您这样随便离开厝，四界乱走，爸母找不着您，肯定会真心急的。不如这样吧，您吃完点心了后，将厝的所在甲阿叔讲，我叫人送您回去厝。如果真正想要留落来佚佗，阿叔也真欢迎。但是爱先得到恁爸母的许可才会使，好无？”小心动，你落车爱打抱不平。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甲父亲反目成仇，后来因为孝心感动天地，命佛接引。落车的故事是浪子回头，又充满传奇的一生。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划拨的号码42274784，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这两个囡仔一边欢喜吃点心，一边听苏格讲话，听到苏格讲要送因离开，查甫囡仔马上就讲：“阿姐，你放心，阮修道这么多年，已经练就一身躯的好功夫，爸母袂担心阮的。今嘛爱紧张的是一只牛精，伊的死期都要到啊！”查甫囡仔表现出满满的自信。伊身躯边的查囡仔嘛，对咧讲，虽然我的道行无够深，但是道兄都真厉害哦。阿叔，你等咧看就好啊，阮一定会解决迄只害人的歹牛精。对啦，差一点啊，就袂记自我介绍。我姓敖，我的道兄姓李，这两天暂时就要住伫遮，请多多包涵。说甲听完。依旧不相信这两个囡仔会有如此大的能耐，可以收服牛精，因此继续说：“乖囡仔，您太小看这只牛精了。伊有呼风唤雨、排山倒海的力量，是一个杀人不转眼、吃人无吐骨头的魔王。您绝对不是伊的对手，最好唔通去冒险。可是这两个囡仔。”那就完全无将所甲所讲的话当作一回事，伊连自顾家己在食着点心，打打闹闹的，所甲建宗只能命人整理好房间，让因在山脊内待落来。同时交代你阁下，务必爱好好啊看住这两个囡仔，千万袂使让因到处乱走，发生意外。年日到了六月初六这一日。当苏格的车主者啼啼哭哭的哀求伊，唔通将家己的囡仔交出去时，尼吉遐突然赶来通报苏格，焦急地说：“这两个囡仔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而且找遍整个山脊，拢找袂着人影。”随后，阁有人走来回报说，因伫牛家占据的山洞外口，看到两个囡仔正准备要献祭。所以一听，赶紧带着族人去一探究竟。一个时候，只见牛仔身上披着红色的彩带，兴高采烈地走出山洞，焦急人民出自于对伊的恐惧，不得不献上三星甲各色玲珑满目的奖品。也有一对东男东女后，忍不住放声哈哈大笑，笑声大甲亮。整座山顿时又红起来，行过来围观的人民大战心惊，每一个人拢不由自主地用手捂着双耳，拍伫涂骹。牛精愈笑愈得意忘形，无料到此时小查甫囡仔居然毫不畏惧，张开十足地开口说：“丑八怪，你笑够了也未？算了，
反正你啊，只剩下现在会当笑。本公子就忍耐忍耐吧。此话一出，也伫旁边的小查某囡仔也暗着嘴，各国的笑出来。吴家即是怒不可遏，愤怒地说：“哪里来的臭小囝，胆量遐尼大，敢在本大爷的寿宴上撒野，我非爱教训你不可。”紧接着，吴家便瞪大目睭，恶坏坏的盯着这两个囡仔，并且射出一道的白光。查甫囡仔将查囡仔杀开，同时揢挂伫手骨的金手环，弹向吴精。吴精反应紧，马上闪开，向对方发动攻击。无想到，一只吴精竟然拍袂过查甫囡仔，看起来已经要输啊！害伊愈拍愈紧张，吴精一边拍一边问：“囡仔，你是为谁来的啊？你为什么无爱报你的名？”查甫囡仔听到，笑笑来回答：“唔是我唔爱讲，是惊讲出来会将你惊死。我甲你讲，本公主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正是人称三太子的李罗车。你听有清楚无？”那是搁听无，我搁再讲一解，我就是大闹东海，游动五帝宫阵，也就是玉皇大帝钦点的中大元帅李罗车。罗车接落来又说：“你这个丑八怪，在人间作恶多端，在恶名昭彰。本公主今天便是特地前来捉拿你的，我劝你上好较紧束手就擒。”护秀林追，甲我做伙到天庭接受审判，或许也可以得到从轻发落的机会。也那无，只有死路一条。吴家听到眼前的小查甫囡仔，既然是大名鼎鼎的罗车后，确实惊出一身冷汗。但是伊仍然不肯就范，因此使出内来的牛角，集中力量。连一股脑的毒向罗车，打算毒死罗车。罗车随即也实现三条八臂的身形，手上提着各种兵器，甲吴家过招，拍着，罗车收回六支手臂，接着骑上吴家的身躯，双手抓住牛角，将巨大的吴家钉在原地，让伊一动也不能动。不管吴家如何施力，拢无法撼开罗车，挪动脚步。慢慢的，吴家的体力消耗殆尽。罗车看见时机成熟，便举起乾坤箍对准牛头，用力的卡落去，一连卡了几落下，卡得吴家不停哀叫。起了，当罗车企图卡下最后致命一击时，吴家大吼一声，并且用尽全身上下的气力挣脱罗车，连滚带爬逃到金沙岗，逃入去水内避藏。罗车交警后，也立刻甲身边的小查某囡仔一齐掺入去水中。结果，一个小查某囡仔在水底的身手，居然比罗车也较来得矫健，所以花费无够偌济的功夫。便抓到了牛精。原来小查某囡仔的真实身份是东海龙王的查某孙。伊甲罗车结伴来人间巡游，拄好拄到牛精来作怪。伊是甲罗车一同挺身而出，为民除害。之后，罗车用水草灌过牛鞭，将牛精为金沙岗内拖到岸上。初时的牛家早已经暗暗一息，无外久便失去了性命。救里救之，伊的身躯竟化为一粒的大石头，被当地的人民称为“五牛石”。而且人民后来也效法罗车，用锁啊更过牛皮，让牛变得服服大大。罗车顺利修复牛精，从此以后，这个所在。方便弄静，往来尊者通行无阻碍，周围各族的百姓也拢会当平安过日子，
大家为着要纪念罗车，就伫附近修建一座太祖庙，将罗车当作保护神，果然就无搁再有妖怪来作乱啊！即马罗车听讲伊的老厝，但东关附近出现妖怪伫咧害人，到底是啥物情形呢？更加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看《封神榜神之传说》罗车的故事，咱下回再见。看精华，听重点，一起来聊哪吒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麦晨。金沙江的沿岸，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了一只修炼千年的牛精。这只牛精为了要展示自己有多厉害，就开始乱来，到处兴风作浪。好几个晚上，他都在布阵做法，要推倒沿岸旁的一座大山，来阻拦金沙江，搞得当地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居民们都不得安宁。地方上有四个民族，经过抽签决定，由彝族献上一对童男童女给牛精。彝族的首领索嘎很烦恼，他的手下尼格瓦就提议说，听说博道县有一个哪吒小神仙专门在打怪，不如我们去请小神仙来帮忙吧。牛精狂笑道，简直是得意忘形了。小男孩看不下去了，骂牛精说，丑八怪，你笑够了没有？没关系，你继续笑好了，反正你只有现在还能笑了，本公子就先忍耐一下吧。牛精马上愤怒地说，臭小子，你胆子这么大，我非教训你不可。接着牛精瞪大一双牛眼，恶狠狠地射出一道白光。牛精听到了哪吒的大名，确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面子要紧，怎么可以投降呢？牛精用他尖锐的牛角刺向哪吒，哪吒马上现出三头八臂的身形，每一只手都拿着不同的兵器和牛精过招。打着打着，哪吒骑到的牛精的身上，他双手抓着牛角，把牛精固定在原地，让他动也动不了。哪吒用水草穿过牛鼻子，把牛精从金沙江里面拖到岸边。这个时候的牛精已经奄奄一息了，没过多久就死了。后来人们学哪吒这个方法，用绳子穿过牛的鼻子，让牛汁变得服服帖帖。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三分钟聊哪吒，我们下次再见。心佛拢献花，玉皇大帝在天顶，地间诸恶好众生，众生献花在民间，故事精彩代代传，好请众生来保庇，奉献奉上天神威，众生天神威，安民官公上解公义。上心爱拜祭，两手菩萨有两经，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寒山拾着真好啊，亲像白鸟古未相谈。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伊上解怕，你落骨都大大，欢欢喜喜，啥物拢唔惊。先锋爷上路叠酸。做好做歹，伊谁知影？车脚大仙难望山。
世间代志搁要顶担。讨海人，相爱拜妈祖，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人做地富有嫌路王，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人生海海，做人爱实在，放空唔通侥幸来做歹。但是地球中亲爱无比，予你无烦无恼。